说他自己持戒的时候，到这一个地的菩萨持戒，他能够能堪能，堪能就是持戒的时候受持不犯，受了戒了就不会再犯了，根本不同。我们受持戒完了之后还要犯，还要犯，那菩萨呢？他已经到了性调和，心性调和，永远喜乐。他自然的而不违犯戒。到了第二类菩萨呀，他在一切烦恼的事儿不能动他的心，心不为烦恼所动。对戒恨很难持的，他能持。这菩萨戒跟那个我们现在所说的凡夫戒不同，菩萨一起念，还不等你杀生断持断命根，就你一起念，犯了菩萨戒了。像我们所受持的杀戒，得断命根。得那所被杀者断命根，但是只是说的人犯根本戒。菩萨对一切有生的，但有生的断他的生长，犯菩萨戒，乃至心里起念都犯了。这个堪能心就是他性的本身具足的模式，不能动转它，能够持戒。这里有个故事啊，哪吒草戏，哪跟珠子，怎么讲呢？哪跟珠子的故事啊，在《阿处毗佛经》《大庄严论》第十卷。解释这个因缘，而有一个比丘，他到一个做金匠的家，是打金人首饰家里去，那个做这个金丝的、做金人首饰这个匠人，他正给王家、给国王啊，拿金子做一个珠子，珠宝的珠子啊。给王家做这个宝珠，宝珠，那宝珠是白色的，珍珠的白色的。那这个比丘啊，他穿的衣服是红色的，红颜色的，由这个衣服的反光一射，来自哪。那个哪呀，就把这个珠子当成肉了，当成一坨肉，那哪就把它吞了，把这个珠子就吞了。那这金丝来想这珠子，一看珠子没有了，没有别人啊，只有这个比丘啊，就说比丘把他珠子偷了，让比丘把珠子拿出来。那比丘是看见这个珠子让哪吃了，吃到肚里去了。那比丘不说话，不言语，不说这个金匠啊，就来打他，他也不说，打得严重了，打得严就流血了。那个哪嘛又来吃这个血，是比丘身上的血。那他这个金丝金匠啊，正来打这个比丘，那他惹了一身血呢，金匠的打错了，打到哪身上，把哪打死了。默默打死了，比丘跟他说了，说你珠子没有丢，哪吞了，哪在肚子里头呢。那金匠把那个哪肚划开，珠子在，珠子在。
金匠就向这比丘求忏悔呀，说你为什么不说呢？我打你，你为什么不说呢？他说我要一说呀，你就要这个得命了。我不说，我认可你的侮辱。那这件事儿，金丝向果王表白这件事情，呈报这件事情。那果王就大加赞赏敬重，说佛教啊，佛所教授的这个比丘，能够这样的来做人，这样来做事，这叫哪主。那这里头有个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比丘不打妄语，那这哪陀罗支的祖师看见了，他不说，算不上打妄语，算不上妄语戒。他忍受这个将士来责备他，他保护哪，那这个时候属于舍善法戒，舍善法戒。那他不说，摇以有情戒，就摇以这个哪。但是舍利于戒，三戒呀，两个戒守了，舍利于戒，比丘见而看见了，那他不说老实话呀，因为他没说话，没说话的时候也不能算妄语，也不能算真实语，因为他没说话呀，没有语言呢。这是一个故事。另一个草戏呢，那是也是这个俄楚毗大庄严论上说的。那有一群比丘在外边行刺，被一帮贼呀，就把他们给劫了，把他们所有的衣物什么都给劫去了。劫完了，这个贼商量一下子，说他们要到果王那儿报，我们跑不脱呀，我们把他们都杀了吧。那其中有个贼说，不必杀他们，杀他们害命啊，杀生害命的，说比丘的法他们不伤草木，不但不伤生，连草木都不散，说我们拿草绑上来，把它绑上，那生把这比丘双手都绑上了。他告不了了，他不会辞告的。大家一想嘛，免得杀生害命了，那就把这些比丘都绑起了，拿草绑起来。在这个天气又热，风吹日晒啊，在家那个蚊子啊，那个虫子啊，各种虫子咬他，很难过了。风吹日晒，再加各种虫子来捣他。这里头有年纪大的老比丘，就是长老比丘。长老比丘啊，跟这年轻的比丘劝南亲不孝，说当持戒而死啊，不愿破戒而生，说我们愿可以受此佛的境界，不能伤害草木，大家互相勉励。那么这样子嘛，隔了一天一夜，第二天清晨呢，国王出巡，遇见这一栋没有什么衣服都没穿的，离老远看呢，是什么动物啊？没看见这种动物啊。又派他的近臣呢，到他跟前来问，看看什么，就看似，一看似啊，才知道是一群比丘。为什么你都不穿衣服呢？说被贼抢了。抢了，说那不走啊，说绳子拴着嘛，
说草啊，我草佛字，不许伤害草木。说一走，草根呢，树木就断了。嗯，也是得到国王的大牙赞赏。嗯，说这两个故事形容着，说是一般的比丘都能做得到。但是这是地上的比丘，二地的菩萨了。嗯，他们所以持戒的时候，他们不会有违犯的，比这个哪，比这个草屑，还清净，根本就不会有的。形容地上的菩萨啊，二地菩萨的持戒的事儿，守护根门，咱们这六根要攀援外头六尘，眼观色，耳闻声。佛的戒，那么一切比丘乃至于沙弥不过往观听。嗯，观念。但守护根本的是六根，那前五根，那一般菩萨严谨的能守得住的。这意念不容易守啊，意念的妄想啊，菩萨动念就犯戒，但是守护的意念，那就不起杂念呢。守护好，特别是一根。那寂静心呢，永远